我叫陳心如啦，咁可以叫我胡巴嘅。咁我今年17歲，平時中意跳舞同唱歌。三個字形容自己：蠢，同埋好中意笑啦，都好中意喊嘅。我覺得參加節目是要做自己啦。我不知道觀眾喜歡什麼類型的人，不過做自己有人都會喜歡你的，是我只是這麼覺得。我覺得青春是心裡面有個自己喜歡的東西要去做啦，要有那個真的似年輕人的熱情才叫青春。因為我想要多些人認識我是胡巴，然後知道我的，雖然不是說跳舞特別厲害，不過我也想多些人知道跳舞是多麼好玩。現在最大的困難，我覺得是我其實已經很久沒進步過了，我自己覺得，還有唱歌也不是說特別好的，因為自己又不是唱開歌，但最棘的是我跳舞，現在可能小小個的時候在這裡，然後我又一路跳一路跳一路跳到這裡，真的一直都上不去，這個是我覺得很難的。就是因為這次我都想在節目裡面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進步，堅持夢想就是青春。